工作不娱乐，人会脑袋越来越笨。赶快去休息。的选战，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说，现在还没有登记参选，现在才八十几天而已，那蔡英文还在总统府里面好好的做事，那他凭什么可以现在就请假，然后来出来打选战？那他为什么不要跟蔡英文一样，等到成功登记参选之后才出来打选战，打一场公平的选战呢？